歌曲啊。结婚的时候
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姻，后来进入生活，然后开始要一些碰撞了一些实际上的困难，要磨合，然后要一些摩擦，甚至在摩擦的时候找到怎么样走得更远。那我想我们这一年来做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年来我们初初来到这边，有很多过往的经验，但是过往的经验有时候就像一个新家庭成立，过往的经验不见得会适合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这互动当中找到一个属于多伦多的模式，属于这边华人的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模式。比较多的，的确我刚刚说的很感恩，是因为大家都有这颗心，没有想到说碰触以后就赶快离婚了，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离婚比较快，要磨合比较困难，而且必须要有心。所以我刚刚说很感恩，是因为大家都有这颗心，同时来这边，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以外，也能够把这份爱传出去，协助很多需要的人。对，很幸福。那时候你们当时是在台湾那个文化中心来举办，慢慢的就要多谢谢先生。对，谢先生，听说你是把你自己的地方捐献出来，提供给这些热爱生命的朋友去练习。谈谈你自己怎么去继承王女士的这个学说，或者是一种治疗的一种理念，对，我们修改。怎么去做的？对，刚刚在旋转的时候，那个陈平老师就要问我一个问题，他们怎么不会碰撞在一起？那事实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碰撞的话，它就会产生力量，产生火花。好，那假再来的话就是说，你互相的信任，这股力量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将你的爱就传播出去。好，我们的理念就是将爱传播出去。对，那好像我刚才很感动，这十几个人转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东西，他们自己的每个人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他们可以不相撞，而且他们的那个手都全伸开的，还有跳舞闹的人，我觉得这种撞的机会很大。我一边看一边那个心是捏捏着的，他不会，我就问他，我说谢老师，有多少个 percent 是要注意力集中去转，还有留下多少个那个 percent 是注意附近的东西？他说没有，是信任。这个给我一种要慢慢思考。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因为我其实蛮感动的。其实多少我们还是会有点碰撞，有时候刚刚说的那个先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也会产生火花，你可以选择痛，或选择它是互相的力量。因为人与人之间绝对会有摩擦嘛，对不对？那个碰触，所以初期我们也觉得好痛哦。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痛其实就是产生更大的力量。当彼此信任的时候，完全放心了，没有任何多防卫的时候，会发现很不可思议的力量哦。彼此之间会有一个空间出来，会一个尊重出来，会给对方一个空间，但是也会保留自己一个空间，不会完全的很委屈自己，也不会完全踏到别人的领域。我想这就是一个爱的力量。对，我刚才听跟谢先生谈的时候，有一点使我感到自己也在这边思考。就说任何一个团体慢慢的引导会走向一个宗教或者是某一种思维，把它们连在一起，而你们为了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样一种逐心这种，你觉得新生命在多伦多它将来发展的模式会只是为病人呢，还是为健康的人呢，还是为寻求心灵的一种更高的升华的人呢？我们为的就是人，为了人，人就是人。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分类成病人或者是心灵的人，因为我觉得人是身心共同体。那会有针对癌友，是因为癌友在身心的时候都已经是最低落了。对。那我们认为连身心最低落的人，我们都能够协助他。那人谁敢说自己没有用一点点小小的方式？所以只要你愿意对从你的身体或心理有一点点觉得你需要往前再改善一点点的话，那我们都是属于我们希望给我们一个服务机会啦。对，那好，那现在我就可以跟观众说，我们很高兴访问新生命工程的王凯博士和谢国栋先生，他是目前是多伦多的负责人之一。我慢慢也希望我们大家对新生命有兴趣的人，通过这一次交流和展示，能够
提高我们生活的素质。好，谢谢两位。我想谢谢，可能还要再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义务协助的，完全是义务协助的。对对对，欢迎大家非牟利的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谢谢。那我们的住址是3250号 Markham Road， 电话是416-335-6097，欢迎让我们有机会帮助各位，谢谢。